最新消息，信用第一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阳明时报新闻台》。这个节目是最后一则新闻了。《阳明时报新闻台》是属于未来的，所以现代世界还不能够开放，因此新闻台即将退出现代。而大家也不用怕，《阳明时报新闻台》会消失无踪，不再拍摄。此视频会转为关键时刻为您报道，阳明时报新闻台则另有附属频道。